我们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可以入座，谢谢。其实里面我们将进行我们的长照服务大楼的揭牌仪式。今天我们一样是有防疫的措施哦，所以请大家记得务必戴口罩，然后手部要消毒勤洗手。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对抗这波的疫情，大家可以生活的安稳健康。在今天重要的日子里面，我们云林各界的贵宾，还有我们的民众，哈，大家用坐顶来，坐顶来参加今天的这种上重要的活动。在这个日子里面，也是天气很好，很舒适。那也请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贵宾入座。等一下我们会进行我们的圣火的传递，以及我们的长照服务大楼的揭牌仪式，所以邀请在后面的贵宾可以往前一点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参加，一起来见证。以及在第一个时段呢，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献奖，所以邀请我们的献奖站在舞台中间。下，一起来献给我们的县长，献给我们的云林。
谢谢。我想今天呢，很多很多的贵宾呢，包括我们成大的吴院长，还有我们环球科技大学的沈校长，那还有呢，我们大德商工的张校长哈，那我们斗六市的大家长林胜觉林市长，还有我们叶云宇叶理事长哈，还有我们小槐议员林院长议员，那我们县府的团队，我们曾秘书长以及所有各局处长，那我们今天呢在现场有我们的长照的机构单位，还有关怀的据点，还有我们的医事医事西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的照护人员哈，那今天在现场还有我们的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我想非常开心呢哈。云林县是一个两极化的县市，第一个我们不只是高龄化，也同时是少子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长者前辈得以有更好的一个照顾？所以呢，在我上任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能够针对我们长者前辈，能够有非常特别的一个照顾的机构。所以呢，在从我上任开始提出申请，到今年的7月1号，我们才获得中央的一个核准，所以在今年的7月1号，我们就创全国之先呐，成立长照服务科所以呢陆陆续续我们展开一系列的这长照服务的不只是开座谈会，甚至呢做一个实务的研讨会，甚至针对我们长照服务员人力资源的一个分配，跟未来的一个将长照的一个智能的政策，要怎么样能够非常彻底的实际的来执行。我想这个部分呢，都是我们在这段时间研拟的。那但是呢，最重要有一个服务的一个机构，所以也就是我们长照服务大楼今天能够应运而生。那这个长照服务大楼呢，就跟我们斗六市卫生所结合在一起。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把长照科设在我们的卫生所、卫生局？因为呢，卫生局呢在20乡镇都有卫生所。那在整个社政跟卫政，那本来呢，我们社会处呢也承载着相对的这个长照的服务。那现在呢，我们大概有针对健康状况的一个划分了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在社政跟卫政的依照整个法令不同来做。来服务我们的乡亲，服务我们的长者前辈。那未来卫生所所扮演的角色，我相信非常非常明确，包括我们的长期照顾管理员，我们照专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卫生所了。那这些照专呢，要做哪些事情？可能他们第一线就要针对我们长者前辈这个个案，就他本身来做一些分析评估，到底呢他是属于要送到医疗机构，还是送到我们的这些长照的据点？我想这个呢，就是针对我们照专的一个专业。那第二个呢，
也就是啊，我们针对所有啊这些长者前辈，无论是他的啊心理的这个谘商，或是整个预防医学那个保健的宣导，或是在我们卫生所呢啊成立啊这个医事系的据点来直接服务，那甚至呢针对我们比较啊高负荷的这样的家庭呢，也给他提供心理跟舒压的一些辅导。我相信这些呢就是我们呢、啊。整个第一线的我们卫生所的赵专呢，啊必须要来承担的责任。那今天呢，我非常感谢啊，不只是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我们的 ABC 的据点，那现在又加上啊医事的 ABC 啊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据点哦。我想云林县针对所有全县每一个学区，哪里呀、啊、有缺服务的据点，哪里有缺长照机构，我们大概已经都布局哈啊，相当的布局哈啊，像全面化啊，能够更多元更丰富。那一个，我想希望大家呢，能够针对这些地区呢，投入更多的心力，让我们所有全县，包括偏远地区呢，都能够受到非常专业、非常适当的服务。那我想今天呢，非常特别了哈，等一下是用一种圣火传递。为什么呢？34年前云林县曾经办理过全中运了哈。那我想34年前，很多人都还是三十几岁了哈。那34年后呢，都已经进入到这个高龄化已经是65岁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老中青，甚至要让我们每一个青年，他能够懂得尊重、懂得孝顺哈。所以我想，这个圣火的传递呢，别具意义了哈。不只是我们要迎接明年的全中运，那甚至呢，我们也要让我们青年知道哈，每一个人都会老哈，那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过程哈。所以我想，长照2.0啊，也希望我们人生价值就算我们服务了这个社会服务了我们机构我们单位，那我们总是到退休的年龄我们要为自己规划破化未来哈，所以我们也破化我们自己人生的2.0版了哈。所以我在这里呢期许我们这个长照服务大楼能够非常非常顺利的这个运作，也能够非常实际的来照顾我们乡亲、我们长辈。那刚刚拿到那3个奖呢真的也非常不简单哈，也就是我们这次拿到卫福部颁发8大奖当中8大奖当中呢，云林县就拿到3大奖。因为呢，我们参加健康城市以及友善高龄城市的这个评鉴，那评鉴当中呢，我们就拿到刚刚我们李明月处长、我们曾淑美局长所拿出来跟大家来报告的这几个奖一个是韧性与创新奖那另外一个是健康平等奖，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老奖那我想这3大奖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期许，也很大的鼓励，更是很大的肯定了所以我在这里呢请大家跟我们社会争取会计划处还有社会处给他们掌声好不好？那未来呢，希望他们能够紧密的合作再接再厉，为我们乡亲所有的长辈呢来更努力来破化更好的这个长照服务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服务的内容，来守护我们乡亲、守护的长者前辈。那我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所有与会，那所有在我们云林县境内，无论是你长照的这个机构无论是 ABC 的据点，或是我们关怀据点，因为大家一起有志一同呢，共同守护我们乡亲，这一点呢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也非常感动。那有任何什么样需要帮忙的事情呢，我想我们卫生局一定会全力来协助。那谢谢。
盛世明年将办在我们的云林，现在准备好了吗？圣火进场。我们要来受旗，请我们的造福员将旗子交给我们的全中运代表选手，也预祝明年的赛事可以旗开得胜。好，向后转，我们要一起拍一张合照。好，看向我们的观众席。变成为我们云林的骄傲。好，那我们
传递起跑的队形。好，那也要麻烦前面的媒体回稍微给我们一个通告哈，等一下我们要有圣火起跑了。好，我们倒数三秒，准备进行100周年全中日的圣火传递起跑，准备好了吗？好，3、2、1，圣火起跑。揭牌，我先拿了哈。好，首先邀请我们的秘书长，还有县长，然后还有我们的秘书长，以及卫生局的局长，以及林月章议员，还有我们的斗六市长，邀请几位贵宾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揭牌，还有副议长以及环球科大的校长。还有我们的赖议员，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社团法人榆林县长照机构发展协会的郑清云理事长。贵宾可以戴上我们的手套。突然坐轮椅了，有人摆。不好意思，一百八十。要现场哈，稍等一下。欢迎大家，各位贵宾一起参与哦。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现场倒数的揭牌，所以请我们的礼宾人员协助确认，是不是每一位贵宾都已经有准备好了？我好跟你阳光，你好。好，我们会拉一条红绳子，每个人有一个位置，然后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看向我们的观众席。
揭牌仪式，倒数五、四、三、二、一，请揭牌。长照服务，创造六星，不担心，更有心，超用心，有最有心的服务。这是我们云林在今年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有了长照科以后，更有一个长照。Thank you.
帮我们的贵宾准备一下茶水。等一下我们要来一起欣赏这个全国首创的长照剧。可以给我两个，对对对，我期待我们等一下的演出团队可以先在舞台旁边预备，谢谢。还有大葱啊，没有，再来再来，可以再来，要不然来，来来来。再请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引导后面欣赏的民众哈，可以找到位置，准备就座。三四三九。Thank you.
以前我是一位舞者，也是音乐老师，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街头艺人，希望将我的专业带给年长者们快乐。我选择做政务员是因为我希望工作不再只是工作，我以前是做公务员的啦。我以前是卖鱼卖肉卖鸡卖鸭的，后来为了要照顾自己的父母，所以才来做政务员。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非常的棒，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政务员。我不是想当演员吗？怎么还当造福员？不过当着当着认识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的故事，我想我以后演技应该很精彩吧。我现在是中餐选手代表，我觉得好好当一个造福员的家庭，我就安逸过来了。我是他妈妈，哎，你是恭喜啊，刚刚的颜色很快就懂的了。Thank you.
点关系卖总经理这样子用出口感应走起来哦哈，你卖叮当哈，好，老板，你家的红花又不到，哎呦，哦，阿公来做酒手了，你怎么这样啊？你哪里啊？我是准备买点，阿你可爱又不到，阿我发点钱啊。还没，我先去量。嗯，还是交给你啊。好。阿妈，你怎么把鼻胃管拔掉了？哎呦，拔掉，等一下护士要插进去一次，你要再痛一次哎。等一下我去叫护士哦。护士，护士，阿妈要把鼻胃管拔掉了。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叫你妈妈把鼻胃管进去。好。好的。我是可是你们在其他那怎样的听？阿公，阿公，把包装包掉了。你们也好，你们也好，那手上几个包的？我你问伊，你问伊，包装包装几个伊本事不大哦。阿公，阿我先了。好。来哦，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哎手要放好哦。好。好，那这时候拔管用插管的话，有没有很不舒服？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吞咽的技巧哦。哈，我来。好来，吞咽。用智慧的去打开的话。我们请去。我们这边来啊。好。
他的手机给他看，我说拍起来照片很漂亮，然后他的手机总被自己而已，我好开心。以前是没有很漂亮，但是自从到这里以后，你觉得好贵头呀？Yeah.
没不没？没。别急，别急嘛，乱挂。哈哈哈哈哈哈！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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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一个长照科来做一个专责服务的机构。那在今年的七月份呢，七月一号我们正式得到中央的核准哈，那成立长照科。那这长照科呢，在我们卫生局的一个负责的机构。那因为云林县所有的卫生所遍及在20乡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卫生所第一线就近就住的一个为我们长者准备来服务。所以呢，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长照管理的照专呢已经在我们卫生所里面设立。那未来针对我们长者前辈本身的一个健康风险做一个评估，该需要做哪一方面的服务呢？我相信透过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以后呢，就可以让长者前辈得到最适当的服务。那甚至呢，对于一些高负荷的家庭哈，我们无论是在心理方面的一个辅导，或是在如何纾压上面的帮助他们哈，那甚至呢，未来的卫教宣导，或者心理諮商，或是在卫生所里面成立这个医师系的一个据点，来提供相对的一些服务我想我们会充分利用卫生所这个单位的哈。那当然呢，我们云林县我们最需要更多的这些长照服务员，所以刚刚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包括我们长照服务员的一个培训。那我也希望有更多人愿意投入长照服务机构，来服务我们的乡亲、我们的长辈哈。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要有爱心、耐心，而且要有毅力哈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想透过我们的照顾员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表现我想他们说我照顾员我骄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名副其实。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护理人员我知道照顾员其实非常辛苦那我们这段时间也不断的办理我们整个这些长照本身的这个 AEC 的一个单位的一个说明会，那甚至我们的一个实物演练的一个研讨会，那包括了我们人力资源以及我们整个智能政策方面的一个高峰会议。那我想这些呢都是希望培训更多的照护员，也能够让照护员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份的殊荣，那当然也是专业那我们希望直接能够来照顾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来，你要不要讲一下？当中透过专业的一些训练，让他能够增能，也能够赋能。也就是说，他越照顾，其实要越来越能够自我照顾绝对不是依赖，也不是让他越来越退化。那这是我们长照服务的最大的一个效率跟功能。所以呢，我想我们呢一定是跟我们产官学界来合作。那我们环球科技大学呢在这个部分无论是培训人才，或是呢在专业的领域的一个训练，甚至在让照顾员得到相对的尊严跟尊重，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想这个呢有我们跟所有大学来合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离开赶其他的行程哈。谢谢县长今天的莅临，谢谢县长。县长常人请小心阶梯。现在没有提到，其实最好的照顾就是不用照顾，我们就是让他慢慢恢复自己的那个生活的一个功能，好、哦，那最重要的还是在他心里的部分。谢谢。好、哦，那第一个一楼的部分就是受民众的，比如说我们长照的。那个窗口，好、哦，那当然就是国都卫生所，它原来的服务医疗保健服务还是在，预防保健服务啊，预防注射啦，这些都还是在，它的功能还是在，就是两个并用。哎，所以前年就是签到两个票吗？那现在是我们接那个地震事务所的事了，哎。那以前是要分布在有些在社政，有些在卫生，那现在他所有的服务的那个承办的人都在一起，那跟卫生局这边也都好，因为我们透过上次也是可以连线的。
防的部分，他可能会转接就医，或是转接到西据点，他去做一些赋能的活动。好、哦，那如果真的失能了，需要服务，就是直接从赵端这边去评了。所以是他们是连接，哎，我们的构想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赵端并到卫生所，哎，他们一起好、哦，然后做一个连贯性的这样子。